快点，快点，看看亮哥一眼，快点。亮哥，你坚持住，亮哥。茶馆了，茶馆了。他怎么躺这儿了呢？他腰，他睡不了软床，所以说。颈椎一般其实睡不了太软的床。亮哥，我送你一程吧。被杨超越逼疯的众男星，场面一。就像一把火，一把火。你就像天外来物，你就像天外来物。你唱一遍，我跟着好不好？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，求之不得。太多了，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，求之不得。没有求之不得，太多了。你会唱，你就像天外来物，就只一样，就这个够了。我这趁热乎的，赶快把它唱出来。来唱一下。你就像我不要这个梗。你来嘛。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，求之不得。走。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，你就像天外来物一样，你就像。陈远，刚刚这一会儿时间你写作。场面二。超越这里边会有什么呢？有面粉，有辣椒粉。辣椒粉。猝不及防，猝不及防的砸下去，没砸开。我想趁这个砖不注意的时候，趁着砖不注意的时候，砖是注意到了。他是没接收到我要拍他的信号是吗？关键超越这个太突然是吗？对了，啊，你没能反应过来。场面三，阳光有点刺眼，感觉还好啊。这是往嘴里吸的是吗？你这插鼻孔里又插嘴里的，啊！哇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吸一口。我刚才没插鼻孔里。你看人家，咱仨大老爷们，你看这姑娘啥也没带。场面四。哎，你看他们的房子跟我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把我手机没收了，然后真想拍点照片啊。找剧照老师啊，咔咔。哎呀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？我刚才在干嘛？我真的想跟你嘚瑟呀，我真的没什么意思。拿雷劈我！我真的不知道是在干嘛。给了我一个问号，我直接懵了。我在这儿，我在高原都没懵。咋的眼吗？我这样一下不来。不是这个东西在别人女生是不是身上出现是正常的，在我身上不正常，我觉得这高原反应，我觉得这是。现在是热搜热点杨超越问客，你让我现在感觉就是那种男生穿裙子那种尴尬感。为什么？给我一个问客，那么难受吗？我很难受。场面五。这个算不算在烤肠？但是啊，在小卖部里面真的是有。就我记。是的。我告诉你。先讲了吧。我们说的是动物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是穿衣服的吧。第一个出局的，就是待会儿他来选，就是他有优先选择。啊，我先选吧。怎么那么开心、啊？非洲狮和猩猩，你先选。狮子啊，我肯定狮子、啊。好，先选非洲狮。非洲狮被选掉一个。哇，好香啊！什么东西啊？烤肠。你是闻到烤肠味了吗？我闻到了，怪不得。哎，我要不给他们去买点烤肠吧？可以啊。怎么样？先走。好。那几个烤肠呢？几根美女？我，你再给我拿五根吧。再拿五根是吧？好的。拿好，高兴竹先接头啊。谢谢。啊，你也输了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输。因为智商吗？你哪来的钱拿公款啊？我们的公款都化作一根又一根的烤肠了。